键盘设定呢，一样在控制台里面，里面有什么东西呢？键盘。键盘有滑鼠有键盘，对不对？去按键盘，摔两下。好，这一题呢，记得全部都是往这边快。你看这样鼠，你看这个游标闪烁频率是不是很快？那这样的话就慢慢来的，有没有？这样就慢慢来的，就像你们那个心脏动跳作动很快，有的人就是磨药磨劲，我后面踢一脚，你才往前进一步这样子，知道吗？好，所以呢，重复什么什么短，这一题全部都是往右边，好，你就按 print screen，这样就可以了，懂意思吗？好，接下来看下一题，桌面背景。将所使用的视窗作业系统的桌面背景或背景图片设定为题主是所副档名的这个东西，而且位置呢要置中或是置于中央。就等一下，我要去把这个桌面，我本来这个桌面是这种蓝天白云，后来变成题主是所负责920304。所以呢，同样的，我一样到控制台里面按桌面，桌面在什么地方？告诉我桌面。桌面内容还是显示，桌面就是显示的意思，好不好？桌面就是显示，要不然你就在这个地方按右键，就在这个地方按右键，就会有个内容，在那个蓝天白云的地方按右键，右对不键。对？好，那里面有个叫桌面啊，是不是？然后呢，这边东西是它原来预设的嘛，蓝浏天览。白云，我不需要啊，我要制定桌浏面，览吧。浏览。哦，浏浏览，览。浏览，我要浏览桌面。桌面里面丙的级。丙级。电脑软体以题主及是题主是里面的这个而已，这个这张图，对不对？好，按开启。然后就然后这张置图就中。变成这个 A 的，对不对？然后他说位置呢，他说请你帮我用置中，然后这样就 OK 了，拍照。这样就拍照了，那这题就完成了，听懂吗？好，接下来呢，自动启动这个部分呢，设定自动启动，在设定开好了。机时所进入。意思就是我一开机，它就要进入这个作业系统。意思就是我一开机了，我就不用去找它了，它自动就把你开了。比如说像我的电脑，我在家里的电脑，是我一开机，它自动给我启动这个录音程式，它录音程式都帮我开好好的，听懂吗？好，他说呢会自动启动踩地雷，哎，这个视窗必须可以确认自动启动的程式。的设定无误。好，我们先把踩地雷给叫出来。踩地雷是在城市级里面的什么哪里？不是附属应用程式哦，是在游乐场。OK，游乐场里面有一个叫做最下面那个踩地雷，对不对？好，这个东西就可以复制了。好，这个东西就可以复制了。你复制之后呢，你说啊，我来到这个地方，按右键，按什么？开启。开启。啊，你要按档案总管哦。好，启动了，直接把它贴上，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 OK 了，看到吗？还是说你按成这样也没有关系，懂吗？这东西它并没有告诉你是要，还有详细资料，它有告诉你详细资料吗？它哪时候告诉你详细资料？它没有讲，但是一定要，它没有讲，随便我高兴。可是但是一定可要。是我的评分系统不给分，那你就配合评分系统，好不好？它可能是要配合。当初设定都是详细资料，所以他这边就把你设定为详细资料。所以你要嘛就是在这个地方哈，按去找它，把它找出来，按复制，复制之后去开它，按开启，然后呢直接开启之后，然后直接把它贴上就可以了。或者到这个地方来，直接到哎这个地方按右键按档案总管，因为我怕说你们到这个地方，因为。刚开始按启动的时候，基本上是这个样子。我怕你们忘记放这样的，这样他可能又不给你分数了，听懂吗？所以如果直接在这个地方按档案总管，它自动会变这个样子嘛。然后呢，再开始功能表这边就有叫什么？桌面。程式级啊，这个有程式啊，程式级下面有个启动啊，那直接把它贴上这个地方，那就可以照相了，听懂意思吗？所以基本上来说，好，最后一题也没教，哎，这题，制定中文相关字词，新增一个商。一个相关字词叫"业"自动化，该部四署个用字，并将这个新增的相关字词放在第一列，完成后储存。这叫制定中文相关字词在程式级里面的部署应用程式，部署应用程式里面有一相关个字叫词编做辑工具。相关字词编辑工具，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打 bo 半的时候，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在打 bo 半的时候，不是我打前面一个字，后面就会出现另外一个字吗？这叫相相关关字字词，词，听懂吗？
哈、哦，会让你去选啊，手机也会啊，是不是？好，所以呢，我就按相关知识的编辑工具。好，然后呢，他说是在商嘛，那商在哪里？我不知道啊，所以我就直接到检视，好，我叫到哪里，到商，他就会跑帮我找到商。商 XO， 跟你说 XO 提取是就是这么来的，好吗？OK， 按确定。LNRO 也 OK 啊，可是它有那个啊，对，好，商对不对？他说有商业、商品、商店、商人，有没有？多半会这样子，对不对？相关知识，对不对？好，那商业自动化，告诉你要有个叫商业自动化，然后我直接 Ctrl C， 你也知道我可以多懒就多懒，对不对？商业自动化，然后空一格，然后我会习惯性的把这个框起来，然后让老师一看就知道说，哦，我有做商业自动化，那同样的我就可以 print screen 了，真的吗？所以第一件事情，去附属应用程式找相关支持的资料维护，按检视，按到，到之后就会出现一个商，然后就打商业自动化，空一格，打一个业自动化，然后空一格，这样懂意思吗？那这一题就做完了。好，接下来我们做搜寻档案，他说呢，利用工具一样做搜寻的，可是他搜寻的是在西槽跟目录底下搜寻硬碟 C 的档案，所以这档名是，这是什么东西？那叫小算盘，那个叫什么东西？就是踩地雷的。踩地雷英文叫win mine 赢我啊。mine 然后再来，他神经病，不想理他，真的。直接在这边哦，这边不是有叫搜寻吗？有没有？这边有个叫搜寻啊，搜寻档案或资料夹不是吗？或者说你直接到这边来。那这边来去找西槽这地方，对不对？按右键，懂吗？按什么搜寻？这样的方式比较保险的原因是什么地方？你看一下哦，这样的方式的比较，它直接在西槽。可是你如果在这个地方做搜寻档案，好，这地方呢？你看哦，我按一个图片，你还要自己去找就是叫什么搜档案跟资料夹，对不对？然后呢，你看它就会把 CD。全部叫出来，就是不对的，你还要再去找什么？再去点一下西槽，懂吗？所以搜寻的部分呢，就像我们笔软一样，在笔软里面按右键按搜寻，在西槽的话，跑到西槽按右键按搜寻，这样懂意思吗 ？OK 哈，到西槽里面按搜寻，那我要搜寻什么东西呢？他告诉你啊 ，collector 啊，那你就说老师我找不到东西耶，找不到东西原因是什么 ？AC， 你打错字了，他才会找不到。好，大小写都无所谓。到底那才都无所谓，找到就好了。然后 win mine E S E 好，然后呢，逗点还是封号都没有关系。然后 W I N win mine， 然后点 E S E 点哦。你如果你要是找不出来，是你打错字的，不然不可能打不出来。OK， 开始搜寻，他就开始搜寻了。找那么多个？有没有？找那么多个？他只有两个。就两个 啊，找出来。你说老师，我找出来四个，你把不会把其中两个给 delete 掉？我只要找到两个，马上按停止的，我不要在那边让他这边动半天了，这样懂吗？不过老师希望你这边既然是有，他还有个进阶选项。老师希望说你这边看这边哦，这个地方是小写的，老师也希望你这边用小写，不要用大写，尽量跟他一样的，这样懂吗？然后直接做好，直接把按停止的啦 ，OK。然后把它删除了，喜欢做两个。然后请问一下，它有没有 ESE？ 没有。没有嘛？同样的，还要把 ESE 给叫出来，懂吗？它有副档名，你一样去副档名叫副档名出来。哦，这样拉到什么？引资与自档名的副档名，按确定。那通常来说，你第一次做的时候，它还是不会出现。再搜寻一次。好，找出两个，马上按停止了，按上一步。那我就可以知道说在那边找了，好，记得用小写的，这样懂意思吗？哦，答案就两个，你就两个，两个就好了。那么我这个就可以去评分了，这样懂意思吗？好，所以这个部分也教了，差不多了。桌面、新增印表机、键盘、搜寻，开始都有了。哦，这是叫职业训练局，这也 OK 的嘛？这也 OK， 这也 OK， 对 ，OK。对啊，是不是很简单呢？四大类，我们已经把两大类给教完了，很简单吧 ？OK， 好，现在看你们今天把所有东西四个题组全部做出来。做完就可以走了。